case anybody needs the English abstract after this sermon, they can get them from other Chinese press here. Just relax, we are in money. Yeah, okay. Come to the Quran. Can I get there? So I shall be talking to the Quran. I'm tal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to the Quran. Maybe in Chilea, the Shonte, the Chenna Puni, the Shonte, the Chudong, that century. The Shonte, the Gangjong, like Ben, Ben, China, Ben Sui. You know, King King, Bo Sha, Bo Su, Lapolai. Hill Lulai, Guidi Gin, Guidi Ewanda. I shall pay when the Tianwan Vijayan Chin Chin, which Pin Chiyo, and then do Gaya. Get the Hong Suya Sonya. Amen. Which three have yet in Hama, so we go. The patient have yet, that now we hear me ya, boom, bay, bay, the white gate. She take care of the judge form, I will go a say, boom, the white gate. 吃了来啊，吃这两边，嘛为着大细边，比无欢喜。不论阿妈安怎调解，安怎苛刻，爱人阿弟啊，三听一顿听，最后阿妈想出一个方法，就是以后若要吃客的，还是要吃来啊吃，阿妈叫哥哥带上去。然后哥哥吃了。 阿妈交代，必须要弟弟带上体。我阿妈这招不只好，因为确定啊是弟弟要带上健，所以哥哥就要切切，准准准，安尼安尼两边拢变化。无确定啊，小弟身体拢搞不了啥。世间物件要安怎吃不会病，甲世间的物件用数学。 正确的方法，平平平，分到世间每一个人，世间大人，皆会满足欢喜。我相信世间的物件，原来都不是要分开平。若讲世间的万物，分到平平平，和世间大人，并未造成世间人感谢和福气的来源。因为我相信。 上帝那种世间的物件，拢分平平平，给每一个人。安尼做，并无得到是世间福气，颠倒可能会造成世间真大的灾难。因为上帝那将资源绝对性公平分给每一个人，安尼一个人甲另外一个人中间分享少多。 安尼人甲人的社会生活就会崩溃，所以生命共同体啊一定建立起来会消灭。人人的资源，若是真正平平的，安尼人自我牺牲来照顾、去救别人，都会做得出来。安尼人生就失落五个方面成长。 迄个结果可能会比因为资源不平，之下有尽天资更加悲惨。我想世间的资源不平的，我讲资源，不是物质呢，包括天资呢，天资真是无平哦。我想世间的物质天资无平。 并不是上帝无法度将伊分来平，无平所在，上帝其他咱人有机会做小小上帝来甲收个平，来甲天分满，目的是一只。会记得真早大概是我十年前，我想咱这边几个人在台湾读小学的时，迄时课本印在伊。 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现在小学的课本内底，必然的哦。
变成新的课本，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无什么实际，所以新的课本里面，这个奇怪的故事就是删除掉。这个奇怪的故事是咱下有两个兄弟啊，细汉就互相友爱，相依为命来过。后来南国成家立业，两个人拢做菜，一个在山的这边做菜。一个在山里迄个做菜，因两个人厝中间隔一条溪仔，溪仔顶一班啊跌下去。迄年差不多亲像即阵十一月时，两个人的农作物拢开始收成，收成的七仔拢已经接近结成。做哥哥的想着今年收的农作物，伊要去看，成长如何，收成的七仔的确有够含贵啦。所以做两过暗时偷偷爬起来，透早偷偷啊，把家己切成的这个蛋，足济蛋偷偷啊倒伫小弟的切成内面。其实做小弟的伫厝嘛，想着因哥哥，哥哥的厝大细较济，囡仔较济，都爱饲爸母，有淡骨较淡，比哥哥的修行也可能无够，所以弟弟嘛透袂起来，偷偷把家己的切个蛋过掉。偷偷倒伫哥哥的切成内面。后来因两兄弟拢自己把想到家己切成的这个也无较少。第三日暗时，因虽然搁半暝偷偷爬起来，将家己切到要打互对方，结果两个人伫幽暗的月光下，伫迄班薄薄的家具顶面见面。当我头一遍读这个故事时，我才八九岁尔，我想迄个是阮做囡仔，较习惯遐比较少精啦。啊，有滴讲遐比较三件代志。迄时我无爱这故事，因故事内面遐遐比较看了像呆呆，打来打去啊，无意义啊。后来这个故事伫新的教科书内面删。了以后就真少人搁提起类似安尼故事，就到今仔日，我才感受到从迄个故事删掉，对课本删掉是一种真大不幸。因呐对课本删掉，其实是对咱的社会、对咱生命来面，咱个删掉非常可惜。我心情是哪老哪爱的。我深深感觉到，迄年是淡淡的月色，迄班薄薄的滴啊着，顶面一对兄弟的目屎，那真容易予咱今仔一个人见笑无比，伊也直接暴露了咱家己不足，以及今仔日时代的失落。我知影这款故事拍成是真的啦，总是我的言论，深深所在，我相信有安尼的代志。我好奇是安怎因河南的事是遐自然，是安怎因遐紧得到满足，是安怎因遐平凡的人会当得到遐大的快乐？前我捌想讲，迄对兄弟仔是落寞人，但我才看出来，因实在是进步比咱加足济。我自己必须足努力，也朝上帝鞭炮，可能嘛无法度达到因的境界。诶，几分之几？迄面迄个淡淡的灰色，迄班小小的底下有点，有将真理用无比的力量爆发出来，发射万丈的烈光，就是迄个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呀，不是安尼？迄不是讲好人诶，你家人替靠福气，不是安尼？第一项爆发出来，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死甲受顶的是同一个人，死甲受顶的是当时发生的，死与受顶的是当下代志。任何人把死与受的分别，拢得袂到这个真理。
我想世间万米条件，认为是伊这种物件会去想到 tomorrow 明仔载，想到明仔载咱要食啥物、穿啥物、要去倒位、要住伫倒位，想到明仔载咱要变做啥物。万米条件就认为会想到 tomorrow 有 sense 有 sense of tomorrow， 认为生活做万不自量啊，这项咱。会想到明仔载，大概有相当关系。不过明仔载永远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万一中间出来人类还未到明仔载，但是去计划准备免一头栽落去，会晓去想到明仔载是人类最幽暗的所在，结果为着这人类嘛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咱人类也是一直在中间，一直为着明仔载来烦恼。有一遍我有一个叫教育生的，那是重点。听讲要不是点才点，有人讲你若是点才来生，不是才点。好，那重点我随上去进去这个路上，啊，无遐紧，咱看底下，也今天是有什么电视环环境？我听到要是有断电视，就我都看当，啊，无注意外的。我遐个遐个电视台拢说的，介侪鸟啊，是牛啊，是马啊，是鸭，规阵啊咧盘山过岭，叮当。诶，我现看计想，最近看逐尾鱼啊，逐只鸟啊，逐只虎啊，逐只迄个，毋知啥物动物安尼伫迁徙。我较紧张代志，因拢无人炸拉个起来。因为咱人类会晓想着明仔载，所以咱食出最高顶的动物，也是因为看到明仔载，所以咱变作最迷什么的生物。今仔日是圣诞节的礼拜，圣诞节的礼拜，当然我拢感觉真困难，因为呢。我会定去编什么故事，还是什么话来讲？甚至有解做故事，因为感恩的人解少，真正呢。甚至基本哦，真无什么内容通讲，啊嘛无什么灵感。啊，甚至基本讲就是讲唔敢做大声，我哪讲哪细声。啊嘛，拄拄会得到是偌济共鸣呢？迄原因大概教会所有节气，比如讲 Christmas 啦、啊圣诞节啊，啥啥个，拢是伫讲上帝。敢说起来是讲人，讲人上无咪通讲得着，真正是安尼。人讲上帝对天顶来看世间上少的物件是上少，世间上少的物件是感恩的心。人类的生活内面最阴冷的一面，就是无感恩的心。伫爸母、夫妻、兄弟姊妹中间，因为无感恩；伫朋友中间，伫社团中间，因为无彼此的感恩，所以变作真无热情、无力量。啊，做代志。上帝做咱人，是干。创出来吃到一个 hungry bean， 一个真枵的物件。咱的 hunger， 咱的枵的层次有真侪层，
有肉体的腰、心理的腰、精神的腰、灵性的腰，互咱食尽所有的全世界面，咱嘛要文化。所以人三好食做伫这个世间啊，伫这个因果是咱是一个足 aggressive 的 consumer。你那是跟他是口述，跟他是要价不退的物件是，你绝对会吃做什么款物件落的，至少吃到你家己落的。我感觉世间一个上伟大的人，我唔知是啥物人，都是唔知去想着啥物代志，伊出来两三块石头来夹起来做些祭供，感谢上帝，这个人上。带专精的探索 slavery， 一旦你要感谢，你的上帝面前都不是告诉我，你要上帝都无关系。今仔日咱圣经马太第六章，头拄仔可能这个人读的是一段真水的所在，每一章我拢着爱。个咱信从来讲，唔通为着明仔日看。有影咱做一个人，咱大人拢有责任，就爱供应家己，以及供应互咱家庭的大事。总是咱安怎都袂当相信家己是一个 provider， 咱安怎都袂当相信家己是伊的供应者。来得及的上帝是 ultimate provider， 上帝才是最大的救援者。1978年，我想咱这真侪拢是对上山机场出国的哦。即摆少年人，无我就了解什么咱对上山机场来美国的，有无？你拢对哦？我对上山机场。坐飞机来美国的时候，那是我一生头一遍离开台湾那个土地。所以我卡一个踏入美国土地的时候，我目睭就是死鸡在看，看有啥物物件和台湾同款。我看草，大气都和台湾同款的。我看树啊，台湾嘛无这款的树啊。我看花哦。我心无尽失落，直到今一日，对机场仔出来伫个小路中，我看到几个车出车啊，好，我目睭闭落去咧，美国的出车和台湾的出车一模一样诶，我看到美国出车竟然。是啊，我真看到真难的，我心甲小可较平静落来，真正是安尼。是啊，这种啊，我们普遍变相变化的物件，耶稣讲上帝，遐尼疼每一只这种啊，一定骂是安尼疼。差不多伫六个月前、半年前，我伫街头拄到一个少年家啊，伊手抓一只鸟啊，唔知是要甲放掉还是要好啦。我一见面才知影，即个是真细只的，用过了拍落去，用过有介个种，这是上粗俗细只的款的用过，伊人去拍相拢真烂去啊，一只差不多十块黄色的手机，十块几拢当走。他小的鸟，迄、那个少年人手抓迄只拍落去，看起来诶普色个，咱台湾讲普普啦，就变化啦，看你普普啊，看只鸟。因我讲我若把只鸟放掉会安怎？我你个放掉是死啊，这是骗的，伊吹袂着血，就吹袂着water。原来这个少年人不是前去买一只炮去买来卖毒啦，
生命，起码为了我爱啊。我两年我你看我坐等于我撇下钱呢。伊讲我这无得上上钱啊，伊无得都爱来，佫佫爱行行种另外行。就看我从高位开始叫就变成我，哎，一只包就变成我，啊，个脸都蛮青。嗯，这是六个月以前，两礼拜前我有请假，会记无？我无来，你叫杨叔来，你拢无问我去创啥？我昨天讲我去创啥？迄个礼拜进一个拜五，原来我请假一直是，个人就是阮太太生。我准备一个百货的生意，吃完搁佚佗的。无想到进城两日路就是七八，天光起来看到迄只拍落去画面，够要死的。结果我那个囝，我那个囝是细汉年三十，唔知伊三十多岁了，一九七九岁啊，安尼对啊。哈。啊，你讲对了，我问阿爹就知影，我讲你讲差不多嘛，三十几岁，嘿啊，太大汉啦！伊甲因太太看伊只鸟挂病，讲两个拜五就敲电话去公司，两个拢请假，拢袂去啊！啊，我甲伊骂咧，我骂咧就祈祷啊，顺便就流屎。特别我若看到阮这个囝较大。不心硬嫩的时候，我就其实我是感谢不尽，我讲心嫩比心硬较好，所以我也无老烦恼就对了。然后看伊做了靠家的了，我去上班啊，衫裤拢脱两件，啊，头壳常常讲第二晚，伊要穿露比，这只鸟啊是真俗的鸟，我但是等下我叫做露比的，叫做好过叫的。阿妈是阿妹，伊是姑姑咧，我著加叫伊露面。伊讲伊要穿露面，伊吓死，要个见。好，一日听到有甲人讲，我听人讲去挖遐偌贵个咧。无久，这两个少年仔阿我，掠只鸟在遮冲出，我著甲阮太太讲，阿无咱呢，无事得赚咩钱，卖只你听个。啊，一两百块块不够安尼啦。阮今日为是找到一个鸟啊，有啥物感觉？买台湾是狗啊，家己吼要找鸟啊，少个。叫伊找到一个伫龙海南罕见的，好难都拼起啊，急诊呢，去过 X-ray 呢，用电呢，就照 X 光我。啊！然后我卡住家母，哎，我安怎 ？It's OK， 我即马伫 incubator 内底啊，我压死只，啊，佫佫十秒，对。我就开始咧想讲，我只赚两百好咧。我想起也唔对啊，转来，讲袂当转来，爱大医啦。过日是拜六，爱拜六过去，讲也袂当转来啦，搁爱观察几下子啦。所以到 next day 拜日头，伊妈出嫁呢，啊去个娶，伊出门倒转来，迄日伊掠这个女兵倒转来，搁摕两罐细细罐来安排摆下滴，搁摕一张币，要到六百块。啊！我讲今日来买一碗就对啦。我讲跟太太讲呢，安尼在叫一只鸟，咱就去摘一只。伊敢知影迄只瀑布唔值三千钱的跑落去，对病倒台以后发生什么代志？足奇怪！伊突然变作阮全家的生活重心呢，大人都惜命命。伊突然麻雀变凤凰，伊主要毋是值十块啦，至少六百十块啦。
你讲了，但他叫人家去读 vet， 人家就贵。咱看物件，看彼此有搭偌济，是伫看这项甲遐中间的关系，听关系有偌济。当你看迄只哈士奇鸟啊，伊去破病，我读下来了，伊一丝丝啊好运，伊就会当忍受天口的 inevitable。啊！来看的人是讲我伫遮，我有 leverage， 我有资源，我会当多赚钱。你著真困难讲，你拢做袂起。特别中间人还是要来听，同款咱人这个认为，咱认为是话，就像迄只七鸟啊，迄只跑落去。是拄到困难，拄到灾难，拄到啥事，就会咱靠家己的精良力来承受，到尾接受迄个因的回答。不过是上帝嘛，出看来，上帝哪能拄上帝，佫会咱拄 everything 的太难做。困难叫上帝无做啦。别面拢变作就是上帝同款，会当支配所有的资源，咱才来快乐，才来满足，才来感谢。刚才咱拢，咱根本拢唔免变作就是上帝遐尼高，唔免变作就是上帝遐好、遐有、遐完全，咱拢唔免变作和上帝同款遐永远、遐永远。你敢知影神怎啊不免变作亲像上帝？咱太不需要变作上帝，咱基督基督爱和迄个上帝有关系有交嘛？咱不免变作上帝，咱只爱和迄个上帝有关系就好。你敢知影和上帝有关系？是等于和拜作上帝是差偌济呢？太久，即阵都拜作像上帝永远未死的愿望，你就就和迄个永远未死、永远活的上帝有关系不过。所有咱的宗教生活，拢未予咱变作上帝，但是变作和你和迄个上帝有关系。所有咱的宗教生活，嘛未即阵予咱变作完全，伊就爱和迄个完全的上帝有关系。所有咱的宗教的差别，也未予咱即阵都永远未死完活，你就。和那个永远未死、永远活着的有关系，就一定不够。感恩节最难感谢的，就是这项这一天对上帝来和咱的关系，咱应该隆重来满足、来感谢。As long as 咱和那个永远上帝。安尼，咱啊永远就已经足接近啦。有一边一个人伫一丛树仔脚，偷偷啊听到树仔顶两只鸟仔伫对话。树仔顶这两只鸟仔，一只是蛤蟆蛇的 rabbit， 知更鸟。另外一只是瀑布的 star， 就叫了。这只较大只罗宾的，都问迄个七只讲，咱住伫这栋树顶，早起就看到这厝的人，太
透早就装在出门安尼，就唔知要拼啥呢？啊，哇哇，才转来安尼，头壳热热，腰鼓鼓安尼，咁要行咧？伊就问伊只乞丐说：“是安怎世间的人，在满面忧愁，透早起来，规日装起装落，亲像一粒球啊？”我问迄个十八，啊，这个十八咯，想一下，想一下，讲，可能是一个理由啦。我问伊讲，啊，是啥物理由？迄个十八咯。可能迄人哦，和咱无同款啦。啊，我话就讲是绝对无同款。可能迄人拢无上帝去甲伊照顾。所以咱必须画出一种生命，否则鸟啊会对咱做出这款的回评。含一只七只啊，信同一个天父，迄个人伊的信心是何等大，感谢来感谢。在上帝这里，互阮变做一只七只啊信，安尼阮人人都会晓感谢，不只感谢，含恩义来发出。都有主要说明，阿们。愿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上帝甲咱正在结识个弟弟，到永远无散。